请要搭乘南下方向列车的旅客听从站务人员的指示。叶仁成演唱会散场后，就怕车站月台涌入人潮，再度发生推挤意外，站方严阵以待。南下往对面，除了人力加倍，还将南下北上车辆透过月台做分流。验票口前则是设置管制线，协助民众排队入场。但许多民众一时间好不习惯，看得五煞煞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但不知是否是前一晚手扶梯伤人事件造成寒蝉效应，搭车人潮不如预期。只见来往的旅客稀稀疏疏，疏散人员左右站两排，显得发慌。但为了防止意外再发生，特别封起来的手扶梯倒是造成不少民怨。有点眼角好酸，你说从医的？对，超累的。哟，很重，很重，对啊，不然这样行李很重。许多民众拿着大包小包，一步一步爬楼梯，爬得气喘吁吁。但就怕大量人潮造成机械故障，跌伤意外又重演。台铁与观旅局紧急加强人力，调整疏运措施。虽然造成民众些许不便，但毕竟安全至上。记者华少平、张宇轩 ，SNG 小组台报道。